放了，球队放开了。我有帮你放了吗？我学。我女孩子，女孩子，这男孩子更不能输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很乖，不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不管。不一样的学校。一样的。每天都会跟在一起。现在我们上课的时间不太需要。是是是。有的时候大家不是都要打工嘛，然后可能。我早上出门，以前就是我早上出门很早，然后他还在睡觉，等我晚上回来了，他又睡着了。就很多时候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，忙着什么。然后在这里找一下比较方便。每天说话。你们跟那个中国打电话是怎么打的？快不打，一天100块。我不知道我在国内买的，每次姐姐都给我买。用这个打？嗯，手机打，直接下一个 Skype 打的那个。那你们要怎么打？那个。那一年有还是在国？啊。那就是一个月1100一个月。好贵呀！一个月。我的是三个月的。140人民币，三分之一房。那我从这里打。对啊。我就属于用这里打的单位。然后那边。哎，你的1000块是有时间的限制吗？嗯，哦，我也是无限。啊，一万，不算是一万。但是对啊，根本打不过。国内手机比较对，一直都在网上买，所以我的一张卡，我的四个同学一起这样用过，对，这样也用过。公司可以用上吗？不可以，如果我再用这个就接不上了。第二公司用吗？如果想要男友的话，就多想一下，多想一个工作。你是说正式的？那就接下来。嗯，还是说白的？那你们接下来。那你们工作就是一直在做嘛？如果白的话，就会放掉现在是做的工作。你是不是很着急要离职？有一点。有那么喜欢吃苦的吗？其实不喜欢吃苦，也不很苦，是上班的正常一点，不是特别苦，是讲一个。那你的工作怎么算？要算加班费还是没有加班？因为我们不是9:30开始到6:30，就是完全。都在工作，工作时间呢、没有工作就有一点空时间了。哦、嗯，因为有家庭。那晚上到几点？就是做完了就结束，做不完就要一直做。做就到最轻松是8:00，最晚是8:00。最晚是8:00，我就习惯了。8:00。像我爸也是，那以后要每天都这样的话。看工作啊，如果工作今天比较没有什么大事，也不会每天都这样。对对，有时候就看，回去在家也是可以做资料啊，可以打电话，还是跟父母联络啊，这样就也是可以早一点回去。可以在家做。对对，也是可以联络到，可以确认。公司多少人？几个人？9个，全是正式的。中国人2个、3个，还有4个。可是我的日语肯定没有他们好了。对吧？从那个业务做的比较多了，熟练，知道该怎样跟客户打电话，该说什么样的话。对，这些我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
可能是需要慢慢的学习。反正认识就是有一个缘分嘛。嗯，是。反正不是工作也是可以啊，就是如果有事情是可以做的。是的。哎呀，朋友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。做朋友是不容易的。